哦，好厉害啊，姐姐，真的好强哦！你做了多久？分享一下你做了多久？你做了3天，做了这只恐龙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厉害哦！做4天吧，三天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姐姐做了很久的恐龙，这只是超级无敌积木恐龙。对，而且你看，暴龙电动。对，来，你用你的平板来操控它，让它动吧。哇，真的好厉害！哎，不要让它掉下来，掉下来它解体它就不见了。好，你把它转弯吧，转弯。好，再让它走。来。哇，弟弟想不想玩？要。那你跟姐姐借一下。姐姐，我想玩。来，你往这边。往这里啦！这里。弟弟，姐姐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让它往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它都听不懂，好听。好好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好，这个是这个操作这台暴龙的界面，好，来，这个是往后退，啊，太厉害了！再让弟弟试一次，再让弟弟试一次，弟弟要练习，姐姐，你给弟弟操控暴龙，因为他也想操控啊，那你，因为他借你马达跟那个电池啊，哇，不错不错，没有，这个电池是我自己拿的，哦，好好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姐姐是用这个积木做的 ，MakerRoid 的积木，这个真的很好，它可以做超多种的，下次再做其他的。不要这样，好，姐姐继续。这个做了4天，好。3天。好，做了3天，做了3天。干嘛啦？哎，你看一下电灯，换电灯，看可不可以让电灯变一下？电灯的按键在哪边？对，弟弟好聪明哦，知道电灯在哪边呢？太酷了，太。好，那你慢慢玩，慢慢玩。我们下次这个玩腻，我们再换其他的来组，好不好？这最难的姐姐都会了，厉害。这个几个动作？112个啊。哦，